可以，好，有。行，我想，哎，可能那个灵魂会打这个哇，是什么意思？这样，看看，好，那无痕，不好，是什么意思？哈，这边的话，哈，是那个，喂，开壶无痕的模式，这样看，哦。我不太会开这样子，可能在这边，可能这样可以看得到吗？这样，可能在这一边哈，比如是行政人员，可以好，那我暂时是这样看哈，可能在这一边。那我看一下台北的，好了，我希望他能让我点。这个可能是很辛苦啊，就是说哈，有一些工作是没有人应征的，你在这边可以看，应该也可以想象，好像永庆房屋啊，或者说相关的，我们看看有没有比较轻松的，看起来比较轻松的这样子，这样可能这个哈，这个。OK，好，类似这样，有没有？这个可能又点不进去了，好，类似这样，这同学上去点，然后没有点过的哈，没有看，你可以课后上去点，你就大概晓得，就是没有什么哈，就感觉起来不像那个哈，这个永庆房屋啊，Seven Eleven 啊，好，或者说这个像那个黄伟俊，好，就说明在这边有一个不是行政主管，所以我会应征加油站的这个工作，那薪水可能。等于说，开学之后可以问一下黄伟俊这样子，可能说明也哈，那个职缺也说不定也不少哈，可能就是可以理解哈，可能就是他的学历就没有限制哈，啊，再来的话就是说他的哈相关的哈，等于说是有很多工作哈，在这一边看起来哈比较少人应征的哈，通常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硬哈，比较硬，像用。永庆房屋啊，好，或相关的这一些，好，等于说，类似这个哈，这同学就是一看这个哦，我就晓得大概是哈，哪这个大概是哪一些，就是说哈，不是说很好，就是工作的话，不是说很轻松的哈，可能就很这个等于说比较少人去应征这样哈，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假如是行政方面的话，真的是等于说哈，假如是一般，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的行政人员，哈，这个可能老师接触最多了哈。比如说哪一天那个慈济大学开了一个这个行政职的工作，哇，那个就挤破头哦，就很多人都会去应征这样子。我们之前也有应征过类似这样，啊，就很多人都可以啊。想到说在学校里面比较轻松这样，那薪水也还好哦，可能2万5哦，开上下这样子出头的话也还好，可能那就会有不少人哦，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OK，好，那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拖太久。OK，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尽量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其实是也蛮重要。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假如同学哈，假如大一过关之后，我们真的很鼓励同学哈。那你大一之后，可能就是哈，甚至那个梁振浩或者说那个哈，可能那个余世成，你们等那个学测完，你们就可以开始啊。我可是不是可以应征那个 part time 的啊？在这边也可以找到 part time 的工作这样的。那在这一边那个，我看一下哈，那个应该是城市方面的哈，这边的职缺你去估算哈，可能这个可能就是在这边的职务，所有软体的哈，在这边合起来的话，可能大概有2万个职缺这样子，两万个职缺这样。那个我看一下这边，跟这个最多的这样。他要哪一些资格？这样，看一下花莲的有没有？花莲的有4个，好了，看一下可不可以点进去。
前端 Internet。OK， 好，类似这样的一些好内容，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好在花莲这一些，我看一下这个，这也没有人应征这样哈，这可能在这边可能有哈，可能他要会这一些语言啊。这个其实假如就是老师刚才描述，假如你到了大三，好，可能就是说哈，其实在一资系里面，其实资讯相关科系都是一样哈，等于说一开始的程式入门是最难。假如那个会了之后的话，假如你要有心要去学这个网络程式或相关的东西，都不会太难哦，或像相关的东西啊，这所以就很有机会哦，就可以应征这个啊，他也可能就是，好、哦，可能就是，好、哦、像同学学这边很好，可以学生好、哦、可能不拘啊，或学生实习也可以，所以这个工作。其他同学有兴趣哦，说明那个到了哈、哦，到了大三就可以去应征啊。另外跟同学分享的就是，假如同学 C 语言 pass 之后的话哈、哦，你也不要去应征，你就来找老师，老师这边就会 assign 攻读的工作给你，这样子哦，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样。因为老师这边碰到那个需求还很多哈、哦，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等一下也要分享讲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这边现在时间我就不详细点，你可以这个同学这个可以真的可以回去哈，你说好好看一下这个，即使在花莲他也是虽然直缺是有四个哈，可是一直以来都是找不到人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假如在应该是在全台湾哈，我离岛我不敢保证，至少在台湾哈任何各地的话，你要当城市设计师都可以，就是这。在哪里工作的话都找得到工作，这样只是薪水、哦、可当然会有一些差异，可是这个东西的话你我们老师的理解只是你们也可以去点比较一下这个的薪水、哦、跟那个、哦、跟一般行政人员的薪水、哦、会差在哪里、哦、大概会差5000块、哦、可能就是说假如一般行政人员比如说他的平均月薪是25000的话、哦、那这边最至少要30000、哦、假如我们也跟同学等于说说明，假如你未来大学毕业，比如说一直是顺利毕业啊，我的薪水哈、哦，可能哈、哦，假如你程式还学得不错，就是哈、哦、就是说都有过关哈、哦，那这样的话，你的薪水没有30000的话，你就不要去、哦、因为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职缺哈、哦，可能就是说那个薪水应该都还不错这样子哈、哦，这边可能哈、哦、没就任何时候，假如没有哈、哦、改变的话，都有哈。哦好几个签个职缺哈，在等你这样子看，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看，这个是有一些工作经验，可能有没有哈？所以大概的介绍是到哈，这个等于说工作职缺是介绍到这一边这样，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可能休息个10分钟可以吗？好，可能啊，请同学，我们其实那个等于说。有一些正式的重点的还没介绍，可能只会重学的话，好，尽量就不要离线啊。我老师尽量在那个哈，你说11:40，好，50分的时候把这个课结束掉，这样。因为虽然这个对于余世整或者说那个我怕杨成浩还在不在哈，可能是今天是最后一，等于说暑假的最后一堂课，这样，这类似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可能那个是，11:05的话，哈，继续介绍。OK， 好，那就先到这一边，这样。